这两份是股份转让合同，嗯，这两份是借款合同。行，你出去吧啊。我看看。这股份转让合同怎么这么奇怪啊？怎么奇怪了？我说这转让合同也太简单了吧？啊，你看看啊，现将乙方持有的耕农集团的所有股权转让给甲方，合同签订之日起就生效。可这上并没有约定甲方要支付给乙方多少钱，应该写上4000万美金才对啊。啊，哎呀，这个是两份独立的合同。哎，你看看啊，嗯，这借款合同啊，不是也没说明任何情况，只是说啊，3日之内甲方啊把4000万美金打到乙方的账上。那为什么要分开写呢？签一份抵押贷款合同不就完了吗？我用耕农集团的股份抵押给你们借款4000万美金。对不起，徐云老师，嗯，这是博文那边的格式合同，你要是有疑问，那就等2天。我让那个马天林和杨一凡再沟通沟通，让他们按你的意思把合同修改修改。算了算了，来不及了。啊，也是啊，你看，这两份合同同时签，大家相互之间有个制约，不就行了吗？行，应该没问题哈。那就签吧。行，签吧。来来来，哎，谢谢。那份嘉全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次我要好好谢谢你，真的。以前啊，我说的有些话可能有点过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哎呦，你看你，咱们啊是合作伙伴，是搭档，你这个时候我要不帮你，谁帮你？就是嘛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要真心的谢谢你。行，那我得赶紧走了，还得赶去那个拍卖公司给人交保证金呢，去晚了就来不及了。行，你赶紧去吧，明天那个钱啊就会打到你账上。再见啊。来来来，我送你。行了，别送了啊。哎，再见。哎呦，不是，那柳秘书送那个薛英老师啊。哎，快。走吧。小韩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坐吧。小韩，我现在的处境你已经知道了吧？略知一二。薛云和我离婚了，耕农集团和金牛坝工程都不属于我的。看来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你垮了。是，我垮了。你满意了吧？现在已经不是满意不满意的问题了，你已经不是我关注的目标了。我知道，
可是你现在关注的目标也是我关注的目标。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可是我不会跟失败者合作的。你已经败在我的手下，你的一切已经消失了。我承认失败，你击败了我，行吗？你一次又一次在我面前谦让，一次又一次在我面前承认你自己的失败，你只是想表现你的宽大胸怀是吧？约翰，你是我的弟弟，由于内讧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我现在是真诚的希望我们能联合起来。不可能。为什么拒绝呢？我很快就要找到幕后的真相了，你不想和我一起参与吗？不对，要揭开幕后的真相是我，不是你，而我不会让你参与的。从小到大我的一切都让你参与了，结果我的一切生活都变成了悲剧。我现在长大了，我有我的生活，我有我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，请便吧。远航从小就爱较劲，看出来了吗？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。我可没看出来。那就等着，他会给我们一个惊喜的。老师，薰衣老师，薰衣老师，薰衣老师。薰衣老师。薰衣老师，嘉轩，你来了。薰衣老师，这是合同签的。薰衣老师，不是，这没问题，不是啊。黑色墨水，你又得薰衣老师，这事我真不知道。一辈子的心血，我的朱玉芳，耿龙集团，都化为乌有了。我这没有，是谁这么歹毒的主意？说，是谁？我没关系。谁？找老叔，老叔让我干的。你找老叔跟我没关系。融到资了？没融到。那陶尊拍卖了吗？不拍卖。不拍了？那那赝品要被别人拍走了怎么办啊？除了我跟夏银之外，没有人知道它是赝品。薰衣，你神经不太正常了吧？拿走了我耿农集团的股份，该满意了吧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我的表示那就是同情。我希望你能够离开建北，安心居高你的艺术吧。
说的真好，搞艺术。好啊，我去搞艺术。谢谢你啊，夏姑。是薛云老师啊，在花园里呢，要不要我叫他？不用啊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夏银呢，他昨天晚上就到周村收拾东西去了。啊，好好好，再见。刚才星云老师来电话了，说找您和夏银有什么事情。啊，您怎么说的？我告诉他，夏银昨天晚上就回周村收拾东西去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去了啊。哎。被我跟丢了。在哪儿跟丢的？建北高速出口。我知道了，你等我电话。喂，跟农啊。小云，你听我说，可能出了点问题，你必须马上离开那。为什么？越快越好，马上离开呢，必须马上离开。哦，好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杀了你！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我就是要杀了你，你也是我这辈子的克星。你想错了，二十多年前你就把刘文能从我身边抢走了，那个时候你就该杀。十年前你死了，可你阴魂不散，让刘文能还是没有办法回到我身边，也该杀。好不容易你死了十年，陆耕农终于跟我结婚了，可是你又奇迹般的复活了，害得我跟陆耕农的婚姻是名存实亡，该不该杀？最可恨的就是蛊惑陆耕农用兽形陶尊设下毒计害我，让我没了任何出路，所以我今天要杀了你。只有杀了你，没人能阻挡兽形陶尊的真假，杀了你也就没有任何女人给我抢陆耕农了。你就是杀了我，你也得不到更多。得不到的
也休想得到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得到他。20多年前，你们俩相爱的时候，我是知道的。我也真心的希望你们俩能好。你也知道，当时我是爱远航的。我后来跟龙在一起，是因为夏伯清骗我，说我跟远航是亲兄妹。我真的没法面对现实，不想活了。龙为了救我，为了保护远航，就离开了你，跟我在一起。这一切难道你忘了吗？远航现在回来了，你怎么不去找他呀？啊，你为什么还敢跟我抢陆更东？你骗我！就因为你活着，你复活了，我就失去了一切。你已经跟他在一起，跟他结婚了，是你自己没有珍惜，跟夏伯清勾结在一起，害死了陈建国，跟他离了婚，还分他的财产。其实你跟我的命是一样的，都是被夏伯清欺骗陷害的。好，你杀了我，你杀了我，跟侬他也回不到你身边了。事就好，我来处理好吗？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薛莹还没有来。介绍一下今天的拍品，今天一共有32件古董要拍卖。第一件是来自清代著名的山水画家王师敏的作品，请看实物。这幅画是王师敏精品中的精品，他的画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，刚柔并济，尽享生辉。他的笔墨流畅如行云流水，奔放如海潮深深。我也跟侬集团吗？麻烦帮我转一下薛莹办公室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我们继续竞价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继续竞价。哎，好的，谢谢。12号1100万，12号1100万，有没有继续竞价的朋友？1100万，1100万。薛莹的手机关机了，我打电话到公司也没有人。1200万，有没有继续？现在陶尊方在最后一个拍卖，但是在2号拍品拍完之前，薛莹如果还没有来，我们就麻烦了。好，我出去等。好。1300万两次，1300万三次成交，恭喜！跟龙叔叔。小莫，薛莹应该去不了了。你通知拍卖行把寿星陶尊撤下来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现在来到本次拍卖会的重头戏了，为大家介绍第3号拍品——寿星陶。
对不起，告诉大家一个遗憾的消息，第三号拍品暂时不拍了。哎，大家静一静，因为这个陶尊的真伪呢是星云女士鉴定的，可是突然星云女士失去了联系，所以卖家就认为有必要延缓陶尊的拍卖，这一点请大家多多理解，谢谢。时辰到了，该说遗言了。遗言？可惜呀。你可惜什么？可惜我死了，你拿不回股份，拿不回陶尊，也拿不回你想要的一切。既然已经决定这么做了，我早把这一切身外之物看淡了。你总算想通了，可惜你太晚了。是太晚了，可我算是想通了。我早该在你第一次控制我、利用我的时候，早在第一次被你摧残的时候，我就想通了。我当时真该杀了你。那个时候，你太小。你没有这个胆子，也没有这个能力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两不相欠了。不，夏伯，你欠我的，下辈子都还不清。我这辈子不管是做人做鬼，我都要向你追讨的。耕农，再一次轻声呼唤你的名字，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件奢侈的事情，因为名字的主人已经不想再见我了。老天怎么安排的命运啊，让我得到这样的下场。以前我一直都没有弄明白，直到今天，直到此刻，我忽然顿悟，我的行为就会种下这样的因，这也是必然的果。对我来说，已经无法计较得失了。无论舍得与否，我该放手。现在是最后的时刻，不管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我的心里都有一种欣慰，一种坦然，因为我终于解脱了。这种妙处是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。我知道你已经对我厌恶至极，我现在活在世上，对你的意义仅仅是残存的那几个秘密。那好吧，就让我在最后为你做点事情，把秘密揭开吧。建国究竟谁杀孩子？黑子，是黑子带人干的。是谁指使他干的？这个人我能猜到，你们也能猜到，可
可我没有证据。不过现在好了，他被我沉到湖底了。那真相究竟是什么？那天陈建国拿着兽形陶尊找我来鉴定，我一看就傻了，我马上通知夏伯清，夏伯清那时候才告诉我说夏银还活着。当时我根本就无法呼吸，本来以为夏银已经去世十年了，我终于可以跟你结婚了，可是夏银活着的事实让我等了20几年的婚姻又要泡汤，我实在是承受不了，我觉得我自己马上就要疯了。很快夏不清又来电话告诉我，夏银偷走的可能是一个仿制品。19号的凌晨，我打电话给陈建国，陈建国一听说是假的也非常紧张，我去接他，我就开着车悄悄地到了他家地下车库接走了他。可当我的车走到金牛坝湖边的时候，一辆面包车堵住了我，他们强行把陈建国给拉走了。这帮人就是黑子，他们把陈建国杀了扔到了湖里。夏伯清究竟抓住你什么把柄？因为当年陶尊就是我偷的。是你偷的？是，当年夏伯清先向人告密，说你父亲手上藏着陶尊，陶尊被抄家之后放在仓库里，夏伯清知道我哥是看仓库的，他就让我去偷了哥哥的钥匙，从仓库里把陶尊偷出来给他。告诉我，你图的是什么？一辆永久牌自行车。永久牌自行车？就是我送给你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。那辆车是你送给我的？那个时候我才13岁，我每天跟在你身后，可你总是不理我。后来我听你跟陆远航说特别想要一辆自行车，我就想我一定要帮耕龙哥哥弄一辆自行车。夏伯清告诉我，只要从仓库里偷出兽形陶尊给他，他就送我一辆用旧牌自行车。偷了兽形陶尊的第三天，我拿到了自行车，我把它悄悄放在你们家院子里了。我还以为那辆车是我父亲送给我的。本来是想告诉你的，想让你骑车带我去金牛坝湖边玩的，采上几朵野花，钓上几条鱼。但是没过几天，陆河叔叔就死了。听大人们说，就是为了那个兽形陶尊。那个时候我才13岁啊，我完全傻了。我只不过想让耕农哥哥骑上自行车带我玩，为什么就害死你爸爸呢？夏伯清。就是夏伯清，那天开始他就牢牢地掌控了我，让我在良心上永远留着阴影。相爱的时候，你有自己高尚的理由，你要拯救别人，所以牺牲了我们的感情。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着，虽然你人离开了我，但你的心永远跟我在一起，我们是真心相爱，无论是否结合，只要有一个爱字，便占尽人间风流。所以耕农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也没有怨恨过。可是
当我们成年的时候，当我们真正履行了法律，成为夫妻之后，正式生活在一个屋檐下，我觉得我们的心就像南极的冰川，冰冷的不见底。更浓，不是我一个人变了，你也变了。你和夏银的患难已经转化成为爱情，你已经没有资格再找回我们的过去。你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我也没有想到。我们一起拼命的努力，好像就是为了葬送彼此残存的美好回忆。那辆我们共同拥有的自行车，在各自的记忆里驶向了不同的方向。更浓，我们走得太远，已经没有话题了。我这一生只是追求一个男人的爱情而已，从来没有为别的目的而活着。可是这段情感本身就是带着地狱的情节来的。现在时辰已到，我不得不先走一步。我是一个笨女人，在人世间，在你面前，我要么来得太早，要么又来得太晚，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时机。不过现在我终于有了主动权，我要去寻找自己最后的归属了。再见，爱你的卑贱的云。亲爱的更浓，但愿我们永远不再相见，让我在地狱里替你承受所有的罪孽。再见，更浓，但愿我们永远不相见，让你在天堂为我感受所有的幸福。董事长，夏国清没有死，正在人民医院抢救。这是最后一次叫你。别装了，我知道你很会装病。把眼睛睁开。你是来看我是不是死了吧？我来是想知道，既然薛云绑着您的双手把您推入了湖里，您为什么还活着呢？我活着，你不高兴？我高兴，这样我就可以有时间向您探讨一些问题了。但是您得告诉我，您是怎么死里逃生的？哦，大哥，夏伯是被人救起来的。你看见了？没有。夏伯进急救室之前告诉我的。啊，他说他被薛银推到了湖里，他就拼命的挣扎想逃生，这时候突然有双手紧紧的抓着他，把他往岸上拽，他就神志不清了。等他醒过来，
就已经在救护车上了。救护车是早晨7点钟到的湖边。那这么说，您在湖里头被那只手抓着游了一夜。耿墨，你究竟想要什么答案？陆河死了，陈建国死了，雪云也死了，只要您还活着，我很欣慰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时间探讨生者和死者的是是非非了。帮我照看一下他，我出去一下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有什么事情等跟农叔叔醒过来再说。没事的，放心吧。喂，小萌啊，宇航关机了，他在哪儿呢？我有事儿找你。没客人呢。哎，走走走，接着打啊，我忙着呢。薛云死了。这个女人呢、啊，罪有应得。跟踪病倒。她不是开医院的吗？去自己医院治疗不就行了？我来找你就是想告诉你，耿龙为了你已经牺牲一切了。现在金牛吧和耿龙集团都已经没有了，爱了他一辈子的女人也死了。他用尽心血来保护他的弟弟，他的弟弟却消沉了，他坚持不住倒下了。跟踪倒下了，可是杀死你父亲还有陈建国的凶手却逍遥法外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？你真的认为战胜了陆跟踪吗？你胜利了吗？不远航，你失败了，你被仇恨愤怒还有扭曲的自尊心冲昏了头脑，你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给破坏了，你把一切都送给了你们的敌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还在
为了你的委屈，你的自尊心，跟别人较劲，你还算是一个男人吗？天很高，那是天真，那是梦想和梦想是两个相残的根。那是情很重，是一起的守住情深。当彼此在路上默然回首，才发现岁月留痕。那是天真，那是天很难，那是盛开的心事一凋。梦醒时分，梦醒时分，那是天真，那是心很重，那是熟悉的路上无尽走走，陌生的人，陌生的人，陌生。心事分，那是天真，那是心很重，那是熟悉的路上无尽走走，陌生的人，陌生的人。